隐约和杰克杠上了？问号。哇，哈兹卡西，哈兹卡西，那什么意思啊？害羞的意思，害羞的意思。哇，就是一个这个时候，我们局外人不是应该谈到戏一下？开战了，开战了，开战了！有我换好衣服了。中啊，红队有有有有。好，邀功。请问现在邀功我有什么用 ？OK， 我知道你没有用。对，我没有用。哇，没钱买技能。哎、欸，爆炸、哦！我们开始炸了。哎、欸，是我们的啊。银枪快，我去买，我去买，我去买。你是要买多久？我们银枪快要被挖掉了啦！拍死！紧啦，无买买就闪啦！国王的命令呢？进嘞，进嘞，进嘞，进嘞！滴滴 K， 滴滴 K， 我出去进得来，啊，我出去回不来。回得来，回得来，回不去，回不来。放放放放放，你快放啊！放那边哦。我堵这个门口，他应该想回来回去。离婚啦！我的财产！哇！发起离婚！你的财产有少吗？有啊，有少啊。好多少？哇！就一半啊，他的一半啊，五十几块。现在还有结婚吗？没了吧？没了，离婚了，还没有那个。啊！我爱的是哈基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我的妈！哈基，哈基，我怕了，干你是学鲁米哦！这个我怕了，这个我怕了，哈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可以啦！我们要不要相约去划龙舟啊？划龙舟。晚上还可以一起吃肉粽呢，然后就跟屈原一样嘛，可爱可爱。那天有聊啊，海鲜肉粽啊，都是为要肉粽就是要喂鱼，怕它吃屈原的身体不是吗？嗯，那为什么喂海鲜口味的，让鱼自相残杀这样吗？有没有？有说是海鲜口味的吗？有啊，有很多啊，鲍鱼啊，然后一些干贝啊，是后来的吧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喂屈原的肉粽还有口味的，没有，那是后来的啦。后来的就是加一些风味才会去这样改吧？对啊，比如说凤梨肉粽嘛，蜘蛛眼之类的啊，对啊，卖块怪物全餐啊，全餐肉粽。肥宅快乐粽，听起来有点可怕。你们是炸鸡薯条，感谢洛雪碧吗？哇，这个肉粽可能包起来很大吧？还有骨头啊？可不可以去骨啊？有点难。有时候就要包五。然后他还很机车，直接放那种鸡翅那种骨最多的。干。至少不是包丝木鱼哦。什么好男人该嫁的什么啦？杰克哦，怎么啦？哈基，哈基，等一下，说不定系统就让你们结婚喽。对啊，搞不好900秒就快到了，我们剩60秒而已。不要逼我把你抓去登记哦！淹了，啊淹了，抓去登记，抓去登记，再把你杀了，然后才能就是我的。怕吧？哇好棒哦！那这样感觉敌对的话，就是敌对角有结婚的话，就是先杀掉敌对的那个人会比较好。对啊。啊。不行啊，杰克是团团的啦。说什么？这样才会力量大啊！
团结吗？对啊，杰克杰瑞的、啊，团团也可以配杰瑞啊。所以是哪里哪里大、啊？团结都很大。哪里大我不好说啊？什么？没事。什么大？就都很大。啊好。这什么鬼东西？小朋友喜欢大怪兽吗？什么什么？小怪兽做什么？你拿到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婚宴。不、哦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奢华婚宴是怎样啊？我的。哈基快来救我！哈基快来救我！不管什么事，快来救我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地表，地表，地表！我擦了巧克力两次。哦！打雷！我打雷！我打雷！我打雷了！快去救你！没事没事，我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、欸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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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那是两个人各扣一，各扣两百，是两个人加起来扣两百？他死掉了。不知道，不清楚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看一下你们，他在挡我们，他在炸那个。好贵哟、哦，繁星先付一百。为什么付一百？因为刚花两百块啊。结婚。哇靠！好贵。我有结婚戒指了。两个人一起扣两百哎。哎、欸，那我再丢掉会怎样？结婚戒指。我丢掉看看好不好？嗯、好。有酒，爆冲！哈，哎、欸，我赚钱哎、欸！因为繁星付啊！啊！繁星付数啊！大哥啦，你们这样啦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这样才粉丝哎，不是这样啊！繁星把负债跟你平均啊！看，怎么是这样子啊？三小不能这样啊！我还没钱买金苹果啊！你看这地狱幽灵那边要叠多高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之前都隐约叠的。干脆出一本、yeah. 出一本纪念书，是让某某某跟某某某突然结婚了，算了。没有，你就直接卖结婚戒指啊！啊，丢到谁就直接结婚啊！呵呵呵，直接结婚，他干嘛？就那个放出来都是随机，随机谁跟谁结婚这样、啊，也是可以。哎、欸，打你们雷的吗？这是你们放的吧？不是，我放的，我放。哦，巧克力又要来了啦！我雷对面。哦，结婚后的人特别强、嗯。没有啊，是用我们的二打一、啊。是因为他被扣钱特别强。哎、嗯，两、个哦。你看，气死了。两个、哦。我的钱。两个哦。两个人是。两个我金吗？没食物啊。光光。没事没事，我的阿娜达来了，虽然他是前任。钱，我也发光了。哦，这发光的图也太可爱了吧！哎，我发光跑得起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赞哦，一点十四。什么叫发光跑得起来？因为我跑步会抖抖抖抖抖。哦，他修正了发光的优化系统。嗯。都不知道有人在外面，在挖啊，楼上那个。想挖梯。对，他连夜市的图案都改了。我想买招商器。他想挖门。对，他想挖门。想挖门啊！哎，挖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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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国王要死啊！国王死啊！在哪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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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然没事啊，在中有拿到吗？有拿到了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啊、巧克力刚用了无敌恶心，不知道还有什么没用到。无敌恶心，无敌恶心，这个无敌恶心。我复活啦！忘了生我的剑啊！
哦，风车地太赚啦！我想说，我升个剑为什么给我金苹果？原来是啊，反正今天要过了，走，今天要过了，要过了。不是1200吗？1200就第一天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都要过了。时间到了，有经理吗？这一场没有，没有，这一场在测试有结婚的。比起间接，大家喜欢看的谁跟谁结婚？我直接开始吧。要干嘛？谁离婚？要干嘛吗？输啊！雷神。哦，哈，巧克力的，我刚有去他们家杀了一波，然后应该是巧克力的雷神啊，学一学啊，学了，完了。好。雷神 CD 这么快啊？很快，超快。他怎么写180秒、欸？我都好了哎、欸。他怎么写180？我刚死掉前放过一次哎、欸。好、啊，走走走走。哎呦，怎么那么黑？本版 Meta 快买快买。难怪值得买。快，他们快死了，他们快死了，快快死了。先雷他们一个。我们雷了两次了。快，其他人再雷下去。还有什么？嘿嘿，哦，他宁愿不让我挖，这人炸掉，这人，真是哦，哦哦哦哦，49块好贵哦，算了，49块，身上有49块，还是跑了，在追我，敢，我还再去结婚，大小，声音太小，什么声音太小，我的吗？不用怕啦，其实很大的啊，大。大怪兽，大。哎、欸，你刚刚应该要去赌一下的啊。谁？第一天呢、欸？阿吉啊。啊？赌博一天只能三次不是吗？对啊。我很久没赌博了、欸。啊，对啊。戒赌了是不是？所以我根本就忘记赌博了嘛，因为赌的太烂。那不是你的错。也不知道有没有新增其他的赌博效果而已。那他应该要把那个吧失误改掉吧。知道谁跟谁结婚。强制结婚。如果可以4个轮流放会怎样？嘣嘣嘣嘣嘣嘣嘣，是不是就直接死了、啊？他们电一次多少？吧电一次我刚电巧克力好像6D 吧？对，哎呦哎呦，我顺便看啊。对，大概3颗星，3颗星。对啊，四个人同时电他就死，他们就死了。然后马上就回满。啊、哦，我们各每个人买一下，每个人都买一下。我身上有，我买了。就等那个 CD 哈。我带 CD， 我带 CD， 都买了嘛。嗯。然后我们再就是一起那个，对啊，等杰克好了。反正等一下冲，然后反正电一定电死人吧，电不死我们就是再挥个几刀就好了。对，好，我就这招。好。我的好了、欸，人聪明，我的也好了。等杰克，等杰克，因为他刚放过。哈哈哈！我这会很坏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会换他们这样搞我们啊！等一下开始雷神之战了。对啊，我说打雷技能，有人是在炸那个他们的那个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幽灵吗？还是对幽灵？幽灵，我等一下准备去。好，我先去帮你炸一波。是直接 Q 出来，他就自己就刚好位置算好了吗？他说不知道，我不太清楚。大概算而已，因为他说都是云月在干的。嗯，诶、欸，那是你吗？对，是我，后面是我。不是啦，那是云月啦。自杀。哇，那他那个路铺好在上面啦、啊，他在补。他们火焰弓哦，那条被占据了。那条被占据了。火焰弓吗？可能是哦，火焰 VS 雷神，我们要试试看吗？
杰克，等你哦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好，讲一下。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被雷劈还会突然黑暗黑暗。他挖掉哎、欸，好哦。你雷神怎么这么久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买到正版雷神吗？你是买到正版啊？没事，买什么正版啊？啊、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哎、欸，等我让、我们清起来啊！等你哦，等你哦，谁先？不是要过去对面吗？找过吗？对啊，找过。好好好。杰克还没食物。我金苹果而已。哦，好，算了。我还有四块牛排。啊。那、啊、怎么对面都没结婚啊？对啊，都是我们。Hello， 在门口喽。半夜顾门。等一下，我买个食物。怎么又是你们两个？那就干掉隐约就好了。隐约在上面，隐约在上面。对，我们就轮流轮流劈下来就好了。哦，浅浅一模一样。哎，阿进，我们在路口喽。等一下，我拿个食物。好。好。好。那、啊、就 tap 嘛，冲过去吗？冲过去，好好好先到一个人旁边。好好好，那我第三个嘞。顺序是繁星、哈记、杰克、纳吉。好 ，OK。看那个人是谁吗？就是按 tap， 按 tap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射箭。好，那、我先喽。隐约，上面是隐约。一二，我先。纳吉，纳吉。有啊有有，电不死，电不死。哎、啊，换他们电回来。我看无。小心哦！炸弹，炸弹，炸弹！我也无敌，我也无敌。他现在无敌。国王在哪里啊？就刚那个吧，杰瑞啊。是吗？杰瑞是国王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不是吧？是啊。是不是不是，他只是很硬而已。他只是很硬而已。哦哟！隐约在上面，隐约在上面。哎、欸，你的光线借一下嘛，你的光线看起来很棒哎、欸。是吧？国王光什么什么？巧克力，巧克力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请给我。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哦。门口，门口，两只在打我。好。死了。哇。只。那瞬移变得好烂哦，瞬很短呢、欸。他那个血马上就回来了、啊。哈基加油。东西都没有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要喷钱、啊？你又是要扫钱啦、啊？哈哈。哎。他用无敌，他用无敌。啊，升了。可恶！可恶！我的苹果丢掉了。你把金苹果 Q 出去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从远。